B 的一个这个档案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这个是一个国外的网站 download 下来的，比如说 C# 里面像比较常见的，像这个结构它的结构的话，这个是大括弧大括弧开头结束有没有？然后呢 ，VP 单列则不是，它是 class 开头 ，end class 结束。我想这个如果有写过 VP 单列应该都知道。然后 value 的 type 就是它的资料形态名称 boolean 跟 bool 然后呢有没有 byte 啦等等的，然后呢 reference type 就是这个参考的资料型别一样然后还有相关的宣告方式、定的方式有没有？然后跟宣告方式，这个我想各位如果比对一下，应该都有感觉了然后你就把它当成参考资料嘛，那这个比较少用，这个是列举的方式比较少，一般会用阵列来做各位可以参考这个还蛮适用的，就是这个叫比较的运算值，有没有？这个比较运算值里面的话呢，等号前面是一个等号，后面是两个等号，有红色部分它不等于的话，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不等于不等于，然后其他的话这个相关的 mod 有没有？这个是百分比，然后其他我想这部分的话呢自己稍微再看一下里面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参考资料。那这个我想到，我就把它传到那个空间里面去，那自己把它当电子书看一下，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了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 log in 部分就下一次再来讲好了。然后我看，不然就把它程式码拍照一下放上去好了。你们再自己再做一下。那其实你把这些串联在一起之后，其实就是。